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 Hello 的派。那么这个是 Garage Mod， 我们继续我们上一个地图了。刚刚上次我们是玩的这个地图叫做 GM Construct 的地图，这个 GM Flatgrass 的地图呢是完全空空的，它只有中间一个舞台这样的东西，然后全部都是空空，全部都是空空的一个地图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地图应该是没有什么好玩的，所以就来玩那个 GM Construct， 因为里面有建筑物，又有水，又什么鬼都有，所以这个好像是蛮好玩的，所以我们就来玩这个地图了。OK， Loading World， Loading Resources。好啦，这个我是到现在还是不懂这个游戏到底是在玩什么，所以呢。就随便来玩玩看了啊！今天我们是有一些目的的。我们今天是有一些目的的。今天我们要来组织一个全世界最强的一个军队，全世界最强的一个军队，保卫国家的一个军队。OK，NPC 首先要做非常多个这个 rebel 出来，可是我想说，你只要一做太多个 rebel 出来的话，你就会发生这种事情。Sorry， 下来了，你们两个这什么呢？为什么你们全部浮在空中啊？哎 ，Hello，OK。那么他们会全整军人都会跟着我一起跟着我行动哦。Sorry, Doc. OK， 那么我们这次的任务是一个 OK， 等等，再做多一点，这样子的话还不够。好了，不要。Freeman。除了这些之外，还有一些，这个是干嘛？这个手面武器，这个手面武器不能用，这个没有武器所以不能用，所以这个，哎，他死掉了，死掉不能拿他尸体吗 ？Sorry， 不能拿他尸体吗 ？OK， 不算了。天哪，好大军队，还需要一些 medic。Gordon Freeman， 来，跟着我走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，好多人啊！有些在发梦啊！不要再发呆了，喂，哎，不要发呆了。而且我们的整个军里面是有男有女的，为什么这么多人在发梦啊？你跟我过来。不要发梦了，你们要去打仗啊，你们要去打的是全世界最强的怪物啊，不要再发梦了，快点，还有你也是。 Hey Doc， 你为什么站在上面，你他妈的你Excuse me。 OK， 除了这些加命的之外还有什么呢？ 这些是什么？你是什么来的？你是干嘛的？你哎，不要站在我上面，没大没小。你是干嘛？你会杀人的吗？你，我们放一个敌人，我们放一个敌人出来试试看啊！放一个敌人出来。哦，原来这个也是有用啊！这个东西，这个也是会帮忙杀人，不是杀人就是帮忙保护的，很好。哎，那么我们来。做多一点。不要一直站在空中。Hello, Dr. Freeman。哎，这个也是有枪哎。Nice。Hey, Doc。哎。哦，他在哪？他们会自己去拿武器的哎。来 ，Let's go！ 不要发梦啦，哎，一个两个发毛梦啊！这个根本就不会跟着我走，这个。
这个根本就不听话的，这个完全是。Fantastic。好，算了算了。Let me get out of your way。军队已经组织完毕了吗？好了，那么各位。Yeah. 哎呦，你们可以不要这样烦了。我要一个讲台，我要一个讲台，你们不要上来，我要一个讲台。一个讲台要怎么做讲台 ？Shouldn't we be doing something now？ 你在干嘛你？你拗什么拗 ？Sorry, Doc。喂、nice. ，What the fuck？ 我试试看做一个属于我自己的讲台啊。不要挡着我了你。OK， 站在上面是吗？Shit， 好难，好难弄。好白痴啊！我真的觉得太白痴了，天哪！我要跳上去，我要跳上去，来，各位，你们是时候要听我说话了，很好，来，这就是我的讲台了，那么这个可以拿开了，这个东西。哦，你们可以听我说话吗？你在干嘛了你？一个两个不听我说话，不你在做什么？不要站着，不要，我都叫你不要再站在上面了咯。哎呦，真的是服了你们了。领导要讲话，还一个两个偷懒了。OK， 是你们逼我的、啊，你们逼我的他妈的，一个两个，领导要讲话还不过来。哇，要 headshot 好难啊！OK， 终于杀完了。OK， 好了，你们是。OK， 好了，你们呢？大家好，我是 Clare the Pain， 我是你们的领导哦。好了，那么呢，今天呢啊，这位先生，请你转过头来好吗？请你把你的身体转过来，还有你也是。哎、哦，你可以不要这样顽皮吗？一个两个，你在做什么？你发生什么事情你？你 ？OK， 没有事了你。好了，喂，哇，你嚼着什么？你嚼着什么？我的天哪，你发生什么事情你？What the fuck？你们两个是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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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好了好了，你是残疾人士，你的话你就可以，你上来吧，你上来吧，表演给大家看，我也想看啊。OK， 好啦，那么各位，OK， 等等，损失太多人了，我们也需要多一点人。
Fantastic. 我们需要多一点人哦。Fantastic. One for me and one for me. 喂，这里不是给你来的。你跟我下去，你跟我下去。Nice. 哎，你没有武器，这个没有武器，所以不许死。Finally. Ah, Gordon. 你可以下去吗？你。Yes, sorry, Doc. 这里不是给你站的。哦，下去咯。下去 ，OK。哇，太少人了，不能，这样太少了，这样的话肯定死定了。这样的话 ，Doc。哇，全部黏，喂，你妈的一个两个走狗！哎呦！哦，你们过去做什么？你们他们 OK？ Nice。回来！不要再去了，不要再去了，我要翻脸了啦 ！What the fuck？ 啊？哎，哇！哇！哇，这什么鬼来的，各位？这是什么来的？ Finally. 哇 ！This will do nicely. 啊，没有了。哇，刚刚那个什么鬼来的？我按着 right click， 这块就出这种东西。OK。哇，太少人了！我的天哪，我杀了这么多人了。嗨。OK。OK。OK。Hell, Gordon Freeman。不要笑。现在是很严肃的事情，不要再笑了。你又在做什么？躲拢你咯！哎呦，服咗你啊！一个两个一点也不正常。Hello, Dr. Freeman. 嗨。好啦，够的啦。好啦，那么各位，我是你们的领导。Sorry。今天呢，你们要接受一个非常。过来，我不要再杀人了，过来。好，今天呢，你们接受到一个非常沉重的任务。哎，我的讲台反了，我的讲台反了，我的天哪！我不小心按到一下，我的讲台就翻掉了。哎呦，躲龙了，又再做多一次了吗？Sorry, Freeman. 我一定要有讲台，不没有讲台的话，我不是一个领导啊。Ouch！ 我打到我自己了。你们可以行潜吗？你们？哎呀，好了，各位。Sorry. 听我说话。今天呢，你们接到一个非常沉重的任务，就是要向一个前所未有超级强的一个，我们要向前所未有超级强的头不要转啊！你喵的！算了，不要转头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要转头，你不要再转。OK， 很好。好了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收到一个非常沉重的任务，你不要去转了。哎呦，就你不要打。OK， 今天我们收到一个非常沉重的任务，这些人是在做什么呢？
好，今天我们收到一个非常沉重的任务，你们呢就要像一个前所未有，世界上前所未有超级强的怪物战斗了。希望你们能赢，如果不能赢的话，就代表世界末日已经来到了。所以，请你们认真一点对待这个问题，求求你们了。那我想说，这个人为什么站在这个样子呢？你为什么站在这个样子 ？OK， 真的求求你们了，认真一点了，这个是前所未有超级强的怪物了。那么我们很快就会把这个怪物放出来了。你们不要来，首先呢，这只怪物会在水里面 spawn 出来，它会在水里面 spawn 出来的，所以呢，暂时不要过来。是哪一只啦？我忘记是哪一只了。哪一只呢？Sorry, Doc. Look out, Freeman! 快点，杀杀杀！哦，厉害！RPG！ 哦耶！我们赢了，各位。各位军队，我们赢了，好高兴啊！这就是我说了，前所未有超级强的怪物了。这就是我所说超级强的怪物了。各位，你们做到了，你们真的做到了。可是呢，你知道吗？这只怪物不只有一只，这只怪物有三只啊！这只怪物有三只，各位你听清楚吗？有三只。军队全灭了，各位。军队全灭了，我的妈呀！我射死了一只，我杀死了一只，我杀死了一只，我杀死了一只。结果全部都被我干掉了，全部都被我干掉了，四只这么强大的怪物都被我干掉了，所以你要我说什么？你到底要我说什么？整大群的人都不够我强啊！我自己一个人拿着这把什么鬼枪，拿着这把 shotgun 就这么就可以干掉这么多只怪物了。哎呦，一大堆番石啊！那么现在要干嘛呢？其实这个游戏也没有什么好玩的。这个游戏里最重要要做到的东西就是自得其乐，就是要在这个游戏里面乱玩。因为它这个游戏是没有什么好玩的，所以你就只好发挥你的想象力，在这个游戏里面尽量把它玩的最好就对了。不错不错。哦，还有一只在这里。嗨，喂，我开不到枪，为什么？哦 ，shotgun 在水里面不能开枪 ，shotgun 在水里面不能开枪哦。又要再战斗了。
Ow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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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uch.哼，再强还是输我，再怎么强还是输给我呢，哈哈哈。好了，那么各位，全世界已经和平了，这世界已经和平了，我已经把所有的怪物都干掉了，耶！全世界和平了，就是高宇健、开路的派维护了这世界的和平啊，因为他整军。整个军队全军覆没，可是还是有唯有一个有头脑的高宇健陪着的派救了全世界啊，我的天哪、啊、好了，那么各位，老实说我也不懂我这个 video 是干嘛的，我也不懂我这个 video 是干嘛。总之呢，可以 M 欸，总之这 video 是这样啦，非常棒的一个游戏， OK， 自得其乐的一个游戏。那就大家再见啦，我们下次再继续更多的 Grace Mod， 可以射远一点嘞、欸，我们试试看炸死自己吧，大家再见了，妈的炸不死 ，OK， 大家再见了，拜拜，好难炸死自己啊，我的天啊，拜拜拜拜拜拜拜。